听妈谈二度 PK， 竟拜出祖先助阵。真的是，我们这个浓很浓，不是阿嬷的味道，我们是祖先的味道。你看这个祖先，他等一下祖灵就也出来了，就是没有把长辈亮出来啊。我会做这道汤的原因也是因为过年的时候妈妈会做，可是妈妈已经不在了，对，所以做不好也只能宝贝回家问妈妈。没有做得很好。